曰：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张之在前，呼延在后。夫子循循然，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日罢不能，积节无才，如有所立者耳，虽日成之，莫由也已。十二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并谏曰：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，无成而为有成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日与其死日臣之首也，吾宁死日二三子之首乎？且日正不得大葬，日死日道路乎？